欢迎来到铁花村。今天晚上呢，在铁花村，八点开始，那就是现在，有音乐演出。那今天呢是市集小舞台，如果你想要上来唱歌，我们有准备吉他跟 keyboard， 那你都可以上来，高歌一曲，有三首歌的时间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。那如果你想要听歌，想要享受今晚享受市集的朋友，那就到我们的吧台点一杯饮料，就可以找位置坐。表演已经要开始了，那我叫帝华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大家好。那今天呢是每个月第三个礼拜，我们都会有二手市集，欢迎大家可以逛一逛。我们的二手市集都是台中的摊友们，他们把自己家里不要的东西或是别人需要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。那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吧台，在舞台的正前方有吧台，点一杯饮料就可以享受今晚的音乐。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场域，在我们的那个方向呢是厕所，那吧台的厕旁边呢是我们的村民活动中心，那现在是我们的展区，会有一些铁花村的一些历年来的表演者的演出的照片，那大家都可以走走逛逛，了解一下铁花村。在过去呢，有我们内本路的展区，然后那个是也有一些回首书，大家可以逛一逛，都是以三折的价格售出。那在过去呢，是我们的好店有贩售一些铁花村在地的文创商品，还有我们的摊车是假日卖市集跟我们的二手市集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今晚的演出。首先我代表铁花村以及台湾好基金会，谢谢基金会，谢谢大家来。基金会，好喝。然后，旁边呢是维龙哥，还有喇嘛，谢谢他们今天要帮我，弄一些东西出来。弄一些有声音的东西出来。Yeah， 你要参加？好啊，好啊，你来弄东西，好。那我是今天的那个什么了？主持人，所以我会先唱几首歌，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晚，好不好？去点一个饮料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跟你讲，位置一下就没了哦。好。谢谢。这叫铁琴是吗？这个铁琴手。怎么有那个啦？杰德跟什么？对。好，他叫杰任哥。卑南国中的。卑南国中的铁琴。那我们在这里谢谢卑南国中。好，首先我先带来第一首歌，叫做DJ Plan。一首英文歌，基本音色就好了。
谢。好，有被吸引到的朋友哈，给一杯饮料，哈，我们表演到9:30，好吗？我们等一下还有好多组的朋友会一起来哟，哦，吧台有很多很好喝的饮品，我们逛完二手市集就过来听音乐，那你今天的行程就很满。好，那第二首歌呢是一首客家歌，头摆的事情是陈永涛的作品，在形容一个小时候的一些回忆。好，有客家人吗？这边来有吗？客家人尖叫哦，有有耶，真的好，客家人可以，客人好，来哦。在上面闺蜜叫娘娘，阿三条大鱼中有苦练书哈不莫帅，恩典后子眼眼看到鸡芝麻鸡哦，阿三条冬天中一条四边土春条叫你来的莫骨头自己又白，你还记
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劳拉、朱永哥跟杰哥，谢谢。阿敏，好，那接下来就要换到我们今天的报名的朋友。那还没点饮料的朋友，想要享受今晚、享受完事情、想要享受今晚的朋友，想要听音乐的朋友，想要坐下来休息一下的朋友，到吧台点一杯饮料就可以找位置坐。欢迎你们来到铁花村，今天是铁花村的二手市集，二手村手作市集，还有我们的市集小舞台。欢迎你们来到铁花村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位欢迎的是来自利家部落的阿敏敏。耶、yeah. yeah. 漂亮